请贤人上人母敬老庙天命，弥勒祖师洪慈大愿慈悲，咱无极分愿天父圣人宫，咱中华道场、板桥道场、台南道场、屏东道场，诸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吉祥。以及咱 FB、YouTube、诸山中路全贤道友，大家午安，大家吉祥。南无弥勒佛，请放掌。啊，咱中华道场遮诸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吉祥吼。今日时阵拄啊，伫咧主持咱中华道场共修啊，以我们现在彰化道场的共修的师父的啊，这个安排的日子，几乎是每个礼拜四，拢是伫咱中华道场哈。那么礼拜天就两个礼拜才一次，像这个礼拜天跟礼拜六，师父礼拜六就在屏东，礼拜天就在台南道场啊啊。上个礼拜师父就在这边，那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师父，那这个师父在彰化的礼拜天、礼拜六刚好是在板桥。那师父一般礼拜三通通在板桥，礼拜四通通在彰化，啊，礼拜六、礼拜天就因为要跑屏东跟台南的关系，所以就会有一个礼拜在，啊，我师父在板桥的时候，礼拜天就在这边；师父如果是在台南的时候，就礼拜天就在台南，礼拜六在彰化，啊，这个也给各位了解。那礼拜四，除非师父有重要的事情，要不然几乎都是师父会在这边，会在这边，这样各位了解吧，哈。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共修111年壬寅年的共修，我们就到农历的10月24号，刚好礼拜天，那一天我们就会休息到112年这个癸卯年的农历的元月，哈，这个8号，这个12号，彰化是12号，哈，那板桥、台南、屏东是8号，就主持元神灯共修这个点灯法会，哈。那这个也在这边透过直播给各位板桥、台南、屏东或者彰化这些道亲，今天没有来的人可以了解啊，因为年关也快到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共修的时间，才不会白跑一趟啊。啊，大家如果加入我们赖的，也可以随时知与我们的赖亲族的公告，这样了解吗？哈，好，那以上我们就做简单的报告。那今天进入上课，那我们今天所要共修的讲课议题，就是要来讲三期末节，这个道劫变降的这个题目哈。各位道亲，三期末劫，就是咧讲，释迦牟尼讲讲这个正法、相法、末法，一贯都咧讲啊，这个青阳、红阳、白阳，哦。那么，这个为什么称作末劫？因为释迦牟尼在世时阵就讲，这个地球是有成智坏空。简单来讲，就是讲这个地球它是会走入混沌，混沌就是回归，哦，这个冰河时期。那这个地球有没有曾经回归冰河时期？那以现在的科技是可以证明是有的哈。你看美国 NASA 就是一个太空研究的单位，他们是专门在做卫星研究的，地球侦测的一些的单位，他们经常发表这个地球目前可以研究出来的时间差不多有45亿年，45亿年。那么这45亿年来证明地球曾经毁坏过5次，那他们的研究就是怎么样的毁坏，都是因为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毁坏。那二氧化碳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空气污染造成的，现在臭氧层的啊这个破洞，产生紫外线的放大，让整个地球的温度失衡，产生了一些极端气候暖化所衍生的一些山灾巴难，山灾巴难到最后，这个地球会因为这个极端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啊，产生毁灭性的这种情况出现，甚至包括人类为了抢夺资源而战争，也是会引起灾难啊。比如说我们讲的刀兵劫，在山灾巴难里面，所谓山灾就讲水火风，那水火风灾又够分大三灾甲小三灾。小三灾就是咧讲一般诶，咱常见的这个水火风灾。
那么大三灾就是亲像一贯道理讲讲青阳的这个龙寒水劫，红阳的这个赤血明劫，白阳的狂风劫。那么青阳的这个龙寒水劫，就是在历史中，大家应该真的青阳，就是在这什么宇轩皇帝过来三皇五帝的时阵。那么这个龙寒水劫，大家应该听过大禹治水这个历史，对不对？迄当阵就是惊龙寒水劫的时阵，一直到弘扬释迦牟尼降天盘的时阵，迄当阵道共四正文王，就是这周文王的时阵，迄当阵惊赤血明劫，就是为了改朝换代，战火连连，战火呢惊赤血明劫，那么第一次青阳的时阵，三皇五帝是道共王家将相。迄当阵就是所有做皇帝叫做真命天子，真命天子就是领天命要来治世，所以七佛治世时阵就是应用到迄个时阵，所以当阵是以王家来治世，来统治人民，和人民会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迄阵都讲王家将相，迄当阵的灾劫就是这个上天。你考到的就是什么？这个龙寒水劫，龙寒水劫。迄当阵因为没有贸易，所以比较没有你争我夺的现象。一直到弘扬的时阵，惊赤血明劫。赤血明劫，就是因为改朝换代，产生一挂战争。各以各之之间的是为了资源战争。而你迄当阵开始已经有惊贸易行为，就是以货物交易的行为出现。因为有货物交易行为开始有贸易，有贸易的时候就有贪嗔痴慢疑的出现，就开始会有争夺。所以释迦牟尼的时代，迄阵江都是这四正文王，那么四正文王。伊要来接这天命的时阵，开始有战争，所以战争又称为赤血明劫。赤血明劫，安尼了解哦。那晋北洋所讲的是叫做狂风劫，龙华三昧讲的狂风劫。这个狂风劫就是叫做核弹爆发，核弹爆发。这个核弹爆发，以这个氢气即将冲坏这个臭氧层。直接破坏气天的这个气天界，所以以后这核弹爆发即将把气天界给毁灭掉。各位斗亲，核弹爆发足以把气天界毁灭掉，也足以把地球给毁灭掉，各位要注意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气天跟人界即将毁灭在这一场灾难之下，即将毁灭在这一场灾难之下。所以狂风劫就是第三期，就是对一贯就讲青阳、红阳、白阳、白阳的时阵惊这个狂风劫，所以称之为三期末劫，就是最后末劫的意思，最后的意思，最后的灾劫，最后的灾劫是即将使这个地球走向毁灭，走向毁灭。那各位都亲，所以今麦三灾八难，在这地球。在室内，整个地球的环境跟人类，目前看起来是个事实。三灾八难就是在讲追灰风，追灰风他多数讲的是有大三灾，这就是一般的追灰风。那而且小三灾，大三灾的产生，他多数讲的青阳的这个龙寒水劫、红阳的赤血明劫、白阳的狂风劫，这就是大三灾。八难呢？八难就是在讲这个干旱、瘟疫。老子梁荒过来，这刀兵劫厉鬼过来，就是这个精怪，还有就是蝗灾，昆虫一蝗蝗灾。各位道亲，一般的干旱，咱可能时常听电视咧报，对吧？吼，啊，咧报是搁多会干旱啦，多会安怎，拢一年比一年较严重，对吧？梁荒，你看这边物资为什么一直起价？很多是来自于因为天灾所造成的农作物短缺，尤其是谷类，短缺。你看现在米粉也起价了，
哦，卖迄个拢起价，是毋是？这回多兵劫就是这个乌俄战争，多兵劫就是战争的意思。你看这个多兵劫，这回乌俄战争造成整个全世界的通货膨胀，这是不是拢是灾劫？是吧？是。那巴烂里面的瘟疫啊，就像这次的新冠肺炎，较早 SARS 在台湾流行几个月就无去啊，哦，啊是外国有啥物病毒嘛，拢几个月就无去啊。很少说室内全球，是不是？自从师父懂事以来，很少听到说有一个瘟疫是整个室内、整个地球的，顶多是区域性的感染而已。像以前我们台湾的 SARS 是在东南亚而已。那也有很多外国的瘟疫也是仅限于在他们那个区域而已，很少说会遍布整个全世界。那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几乎遍布整个全世界，连那个海岛小国都到，都有，对不对？几乎都每一个地方都没有逃过。这个山灾巴烂正在肆虐整个地球，这样有没有事实？所以这个多降劫，降这个劫，山灾巴烂这个劫，来在咧修缘，这是事实。什么叫修缘？老母讲，上天降劫要来修恶灵，降道要来修善灵，这叫做三两化三昧要大修缘。大修缘就是好的要修去上天，歹的要修去阿阴山。因为未来这个地球，那去毁坏给神，没有人道，没有畜生道。因为地球是人道跟畜生道是活在地球上，对不对？以后空风劫那是直接摧毁天道，那么天道跟阿修罗。是不是一同毁灭？这样各位清楚吗？那以后有没有六道轮回？没有，没有，各位要注意哦。哦，那释迦牟尼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修五戒就能来这个世间做人，或者你是一个大善者、常行布施者，拢会过来出世做人，对不？所以各位道亲，即马三级木劫来临的时候，咱修行干那当修布施就好不？甘通安尼一直做布施就好，啊！我咧倒一间功德会来遐布施，来庙是人来起庙，我来捐来起庙，啊是过年来捐钱，养老院来捐钱，这拢真好。师父唔是讲遐歹，但是师父意思是讲，你做遐布施拢受福尔。那六道轮回还佫伫个时，你有可能做遮济布施，你有可能会去做人。啊，那佫小可稍微有一点善心，搞不好你会去替天做神，哦。啊，那阵何你布施未晓做人啊？你嘛去畜生道，你嘛去做宠物，对不？做宠物怎么比人较好命呢？你敢要相信？相信。哦，我咧台南，咱两点问咱咧台南起来遐吼，迄小慧师姐姐孙阿咧台积电咧做工程师，做主管那款，迄一只狗啊，咱台南办公室，旁阿姨阿姨，恁家有恁去有事，迄间房间有，迄只狗去困事的房间呢？嗯。我下来个问我师姐，啥这只狗爱吹冷气？伊讲我这只狗啊，拢二十四小时无吹冷气，袂使。我讲爱一台冷气，敢袂吹歹？伊讲袂。我这只狗啊，我甲买两台冷气，一台吹完，另一台。各位道亲，恁人恁有遐好命？恁有遐好命？啊，迄只狗有福报，有。迄个丁氏人布施做足好，但是袂晓做善事，赶快堕落在恶鬼道，哦，这就畜生道。啊，但是伊有福报无？有。有。你看，咱做人嘛有好嘅人嘛，善食人嘛有，逐工咧破病嘅人，啊嘛咧好好，底下安尼身体勇敢嘅，但是无钱嘅人，这拢是叫做福报，是唔是？这是唔是福报？但是未来做你修这福报，你嘛无落去畜生道嘛，无落人道，佮互你小可有修五戒十善，你嘛无落去去天。啊，既然去天无拢无落去，人道嘛无落来，畜生道嘛无落去。你若无得道无解脱，干一条路。你做遐济游玩是阴山地府，啊，这样子是不是白忙一场？所以你所做到最后，甲无做同款行阴山路，同款行阴山路，安尼各位有清楚无？所以咱进修行，除了懂得布施以外，更懂得要懂得修行。要福慧双修，
爱找到一个有道统、有净土的道场来修，袂使干呐盲目的修行。有的人讲师父，我拢无咧做歹事啊，我甲心明做事，我嘛在做好事，对。这位的人虽然袂晓传道，但是用心明起家咧做好事，有无？我个嘛看足侪，有。但是安尼有解脱无？有解脱啦无？无一定有解脱，无一定有解脱。过来了解无吼？啊，若无解脱，你做遐济，较早你搞不好过过来，那有诶有开光诶，那无做歹事，搞不好你去去天做神，无法度解脱啦，无法度做佛啦，搞不好你去去天做去天神。但是未来空空劫，那甲去天毁掉，你做遐济，犹原无法度去去天做神，无法度去去天做神，你做遐济，赶快来去阴山地府。啊，安尼。各位道亲，所以老母娘讲三期木劫是一张非常殊胜的一个劫期，叫做道降平劫。降劫要来修缩六道，降道要来修神灵归天，所以神生恶降。老母娘在胡乱先讲玉照分明，这个玉照分明就是神要道去的天，恶要修的地，这个玉照分明。老母娘非常来讲，三期木劫，六万一年完清大清算，玉照分明的时代来临。什么叫做完清大清算？你啊看，即马足侪灵拢领灵出来咧淘宝，领乌灵、红灵、黄灵，是毋是？领黄灵的上歹，有个人讲领乌灵的上歹，错，领黄灵的上歹。领黄灵的听得即种有天命的道场出入。领黑灵还阁无法度，领黄灵的灵还阁有法度，这种有天命的道场听得出去，门是袂使甲动，因为迄顽强太重了。啊，这里要安怎？拢要靠地主求道好啊，修回向，这样有法度改变，这样有法度改变。你看恁圣人讲道处理足济，领黄灵来讨报，恁的影片有看？我要让你死啦！我绝对唔放你煞啦！而且应该会有看到哦。伊拢领黄灵的，啊，先来好去，拢是因皈依了发心伫遮好啊做，这条灵甲渡去天为伊，因才好去。各位道亲，遮领乌灵、领红灵、领黄灵啊，遮完清借主。如果你今日若无净土，伊要去无？伊要去无？唔去啊！你顶世人台像咱庙里呢，顶世人台湾全家七十二口，烧两张啊金纸都要准拄好。是唔受规律啊？轮回我就要帮你刷，是唔是？但是，甲苏强呢？敢真正有天运？我讲好来你，我叫妙莲目睭开开。我讲你呐，这条灵附在妙莲身躯，跟我讲话哦。我讲我即马叫阮的地主目睭开开，我请济公师带你去看，看了若有天运，你才来皈依；若无，你来再阁教我讲，伊讲好，我明日目睭开开，明日就感觉伊读到遮，一个物件走出来，差不多经过两分钟了，阁倒转来，又阁开始讲话啊。伊讲真正有天为伊，我讲安尼你要去也毋去，伊讲互我考虑三分钟，我咧看冤我当，考虑了的时阵，伊讲啊，伊我着做广告互我无，无我去遐嘛坐袂掉，你看伊偌巧，有巧无巧？对，伊讲我去啊，伊若无认真做，我去啊嘛坐袂调。我讲你放心，伊即卖要去接屏东道场做主持，你看安尼有广告无？伊讲，安尼有，对无？啊，你看即卖妙莲好好，是毋是？安尼净土有重要无？有啊无？有。圣人讲有无？有。啊，你若咧台南，你要看遐足济咱咧像。庙祭啊，是那鬼啊！哎，你看那灵现出来，是不是？嘛是拢个多去天雷了好个。各位道亲，无论你那乌灵、红灵、黄灵的，你个看有净土，你才多伊个行。但是各位有一个条件，这条灵多去净土了，是你要在人间修行回向给伊这个功德。但是咱圣人讲咧回向，甲外口无共，哦。唔是常常你来来几个师姐啊？你迄条完清站咪过来通呢？讲你功德做无够呢？
啊要安怎做，对啊，即个咱要举办一个三座普渡大法会，你还佫爱徛万千祭祖牌啊，还佫徛几万几万呢，是毋是？对无？圣人叫我安尼做无？无，拢无你安尼做，是毋是？你看咱要南部大佛寺的出家人都来找我。对，我讲啊，恁呢？安尼后早讲后有讲后晚讲，逐工都在念经，啊，唔是拢在回向完清祭祖，啊，他就过来找我，伊讲师，你莫甲我挖苦啦。我著听你影片咧讲吼，念经未超度完清祭祖吼，我家己著拄着，我著相信啦，是毋是？你看伊乖乖来找我处理，我有用手机用影片，我让恁看有吼，啊，你看迄真啊假？真啊假？既然真的，咱就要注意。念经不是不好，经是要让咱了解修行的内容是什么。人要安怎依过去释迦牟尼留下的经典，或者是太上老君留下的经典，或者是这个孔子留下的经典，还是其他这诸佛仙佛菩萨留下的经典，跟咱讲伊是安怎成就佛道的。每一部经典都是你介绍讲我是安怎成就的，你若照我的方法安尼修，你才会成就，是不是安尼？对吧？结果咱即下不是，咱真济道亲拢念经是念安怎？念完的时，回向我万亲祭祖，回向我的祖先，回向我的英灵，回向我的啥？对吧？是不是？有效吗？真的有效吗？你这一念心没有改变，你所做都没有效。因为经不是在给你，不是在给你持咒，经是在给你讲。比如讲，你念金刚经，在咧回向和万千借助。金刚经开经明段，给你讲一句讲：应无所住生其心，就是给你讲，叫你修道人。心不可以有我执，不可以有执着，不可以有分别，对吧？那是在教你怎么修呢？教你怎么修，你才会清净，你才有好生活，你才有好得到呢？心经跟您说怎么观自在菩萨行心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对吧？你跟您说了说观自在菩萨，就是咧甲恁讲，咱修道人爱修甲明心见性，互咱见到咱本来面目，对吧？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样我们要不执着，要能够清楚这个贪嗔痴慢疑是影响我们心的妄想或者造作恶的行为的。因，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修行人要能够达到清净无为，但是要有妙用，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的意思，有作用的意思。空就是怎么样？就是有智慧，但是呢不会执着的意思。它不是没有作用。所以他才会讲色就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你修行，就算你达到清净心，但是你要不要有妙用？比如说师父今天自称，如果假设我自称我是修道已经入定的人，或者我是已经有得到清净心的人，那么你们来跟师父请法，师父要不要跟你们讲？要不要跟你们讲？要不要？要。要有没有作用？有。有没有作用？就有，对不对？师父虽然是修行人，肚子饿要不要吃饭？要。要。有没有作用？天气冷要不要穿衣服？要就有作用啊。只是说我不贪要吃好，要穿好，这样子而已，不贪，这样了解吗？不会执着我要享受，会有贪欲的心，这些我们讲的五浊世界就讲五毒，就是。贪嗔痴慢疑，对不对？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不贪嗔痴慢疑，
这个经典不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对不对？既然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怎么会跟消灾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是跟消灾有关系，如果你可以照他的意思做，那就可以消灾，因为你有修行，你有功德，你有那个功力，那你就可以消灾。但是消灾的本质不是这个经文替你消灾，是你的行为替你消灾，你的修行的功德替你消灾。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是你修行的功德替你消灾，不是你念完了这一部经替你消灾。如果你念完这一部经，你还是贪嗔痴慢疑，什么都不改，那不能消灾，也没有办法消灾。这样各位理解了吗？好，那各位，今天冤亲债主如果没有净土，没有道同，你们就随便念个经文就要跟他超度，有那么容易吗？既然没有那么容易，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修行的根本在哪里，要不要掌握好？要有净土，要有道同，要不要？那既然要，就要找对道同，找对名师，找对法门，认真的来修行，行功立德。那道场重不重要？重要。就刚刚师父讲的，如果你来这个道场，每个都是要我要修，我也很想修，但是一切要去个道场啊。师父啊，我昨暝还梦到阮阿妈来找我呢。阿妈有伫个无啊？往生十多年啊，嘿，安尼可能要来讨啊哦，讨啊变哪？庙官变哪？还佫开钱啊？对不？是不是？是不是啊？我昨暝去梦到是囡仔来找我，安尼过来讨啊，讨后边啦，还佫开钱啊，是不是？较早我咧一间道院共盗版书，迄、那个书咧共借盖一盖三万，哦，大概去伊来讲，哇，书我昨暝梦到啥？唔知有影无？讲有影有影，伊讲变啦，迄都是过来讨啊，是不是？还佫处理啊？啊，搁处理啊！哦，啊，当然都准备备啊，过来处理啊，对吧？啊，处理就三万啊，是不是？处理来三万啊，对吧？啊，师傅干嘛跟你讲免处理？没有。三万多，加减赚啊，免处理，是不是？对吧？我啷个讲师傅啊？啊，他伊伫遮修十多年啊，啊，这顶回嘛讲祖先，啊，这嘛讲祖先。啊！这祖先太拢躲较久，躲无去哩。那躲无去啊，表示你这师父含慢呢。照讲嘛是安尼对啊，是不是？啊，那你师父搞照讲躲去都别个来，唔才对吼。啊，两行对一行对。啊，那师父含慢，你可以吹嘛怣呢吼，是不是？啊，那师父搞他一直来。我看你听有无？有。啊，那师父含慢，你可以吹是不是怣？是。是不是？啊！人搞太，佫一直来，我嘛敢问啊？问到伊不要，甲伊家讲，你要笑，啊，无安尼是要趁钱啊？你看我出租一个四五万，我讲吼、哦，好了，真彩啦！我讲啊，我甲你办到后个月就好啊，我要对，因为你这样我袂合，是不是？对不？家己伫遐强业，我唔嘛，是不是？我讲我办到后个月就好啊，你佫找高人，哦。咱有地位阿面，阿圣人讲会无？你看恁来师傅，我昨暝困未去，我讲来去做灵疗，下单加持，还佫钱无？免。啊，你看恁偌轻松，是毋是？对无？对。啊，这道场你佫袂晓修，你要找啥？安尼听有我的意思无？所以一个环境，互咱来修行，会当持之以恒无？有真侪因素，第一是道统爱真，老师爱明心见性，讲道爱当辩才无碍。第三，不要有商业行为。圣人讲这三项条件拢具足。虽然圣人讲规模真真大，我嘛袂因为圣人讲的规模大，书的地面多悬，就甲恁讲要我要爱偌济，是毋是？咱的信徒个特别书来个，只拢人较济，个特别拢指定要找我较济。我刚才讲要找我，要
提前来讲，不会，干咩？不会，没啦哈，是不是？这圣灵工就是真正开一条道路咧，给大家行。为什么师父会安尼做？因为师父在上天降道是要来度众生，三级目劫来临，咱爱认真度这需要度的人，咱袂使去设一个坎，予人行袂入来，还是行袂久。今我来啦，同佮伊讲爱钱，你行会久无？有些艰苦人，到尾两抓就再见了。啊，有钱的人，感情上戆遐戆，戆遐久啊，搁遐咧戆，是毋是？啊，若戆遐久，搁继续戆，即我刚才当讲的，顶世人你毋知欠迄个偌济啦，正爱开遐济啊，搁咧戆，是毋是？对无？对。所以讲，咱圣人讲，无论伫对一方面伫做，咱拢有法度，互道亲来遮修行。无论在经济上，在你的这个生活上，你看我几月来，虽然我讲哦，你做几月的时候，你逐礼拜来啊，无来袂使啊，无来我就甲你堵面哦，干咪安尼？没啦，师父嘛，甲伊讲叫恁都爱家庭顾好，事业顾好才来，是毋是？啊，恁若顾无好，恁若拢无他食，大家拢来遮甲师父甲斗菜甜，师父啊无他食要安怎？要安怎？叫老母娘化饭给你吃，敢有法度？无法度啦吼，是毋是？咱咧求神的时，拢神拢万能啊，对无？等你无饭通好食时，母娘变饭给恁吃无？那未时，你了知神毋是万能的啦，无影万能的，人业力才是万能的，业力啊靠家己修啦，各位听有无？啊，那心万能的吼，应该到你咧艰苦的时，无饭通好食，目睭就爱白金就一碗饭咧外头前互你食，安尼心就真正万能的啦，是无？啊，所以心为了改变业障无？没办法。有没有办法？没有。所以神通抵不过业力，这句话各位要相信。但是心会斗三工人无？会、嗯。哎呀，就像我头拄仔咧讲的妙莲的，你看，伊甲你倒去天龙的问题是你爱做，所以释迦佛讲的佛有三不能。无法度空众生界，无法度替众生转定业，无法度度无缘之人啊！这个无法度空众生界，就是讲这个地球众生伊度未尽；无法度替众生转定业，就是讲你的业障爱靠你家己修转。我只会当传方法了你修，但是你若唔修，就算我佛在世嘛，无法度帮助你啥，无法度度无缘之人。就算人有咧风声讲我释迦佛偌厉害，只要你唔相信我，我的法门对你来讲无作用。安尼有了解无？哦，人讲圣人讲偌好都偌好，你若唔相信，对你来讲都啥物拢无好，是毋是？啊，你若相信，你看咱真四经道场，现济人修到有感应啊，偌济足济，真济人拢真有感应，是毋是？所以今仔一个道场，道统经、净土经、天命经，搁来伫咧经营上，那是无这个商业行为，咱今仔日那是真正有迄个机缘，伫只求道学道，咱来放下，认真出来做。什么叫做放下？师父常常讲的，修行就是要修改咱无好的习气甲行为。功德就是功者修养自己，德则利益众生。释迦佛讲的自觉觉他，六祖讲的讲自性是功，平等是德。这种在在跟咱讲功德，就是爱心家家己修好，过来才去利益众生。啊，你家己若修无好，你免利益众生。什么叫做修无好？无好的标准在倒位？所以你若讲，人我菩萨做个老家通啊，你若讲我修无好，是不是？神作阿通，你通阿无代表你会用传道。你看偌济外口走灵山，当机通灵办事偌济，但是真正有传道几个？各位清楚无？既然道无了传，你有了解脱无？无了解脱，你的业障有断无？有断。那说神通抵未过业力是事实嘛？是无？是的时阵，咱这点咱会清楚阿免？阿免？
所以咱修道人未使干在神通未来在修行。如果你若有带神通爱办事，咱甲当作一种助缘就好。你看事在办事，有母娘，有济公师来咧办圣事，甚至有其他神人嘛有。较侪话拢是啊，金庙甲母娘甲济公师来较侪。但是师无论在恁甲师师底下，伫咧清法也好，还是在这个台面上伫咧讲经说道也好，师敢有用神通咧讲道？敢有？无。师敢有讲？即摆我是母娘来咧讲啥？还是我是济公师来咧讲啥？无。我讲的拢是道统、三宝，讲的是中华圣会这个缘由，讲的是咱来修行要安怎修才修会好，是毋是？在在拢互咱了解这个因果来修，你毋是去甲你讲神通，是毋是？为什么师父那无爱去讲这個？因为师父较早咧灵山这条路嘛行足久，所以对灵山的这个毛病非常的清楚。嘛了解非常够深，所以有当时恁若伫这个 YouTube、FB 咧看书咧讲这灵山的毛病，恁无发觉到书拢一针见血讲到要害。为什么？我若要以啉烧酒解释予你听，我着高粱嘛啉过，小烟嘛啉过，米酒头嘛啉过，德国青嘛啉过，对吧？米露嘛啉过，是毋是？威士忌嘛啉过，葡萄酒嘛啉过，所以恁若甲我讲什么酒，我拢听讲予你听。啊，你听有无？是毋是？啊，灵山这条路，我着逐项拢渡过，逐项拢悟过，所以我拢足了解。若要讲伊个优点咧倒，我嘛讲也出来；要讲伊个缺点，我听讲互你听。甲不过有滴恁阿个无我个经验，是毋是？啊，所以师父他一针见血讲到这个点，因为师父在灵山路行到尾来接到这個三宝传道时，我才发觉到。哇！我较早呢做牛通呢，我早输唔是甲伊骗呢。那么泡茶吼，师姐啊，昨日甲恁翁恁翁冤家，甲恁兜遐碗摔破了了，对。迄个天童医本师说：“师啊，我昨昏两个阿母冤家，讲我敲电话甲你讲呢，是毋是你甲刘碧秋讲冤枉哦？无啊，是毋是？安尼厉害无？是毋是啊？啊，你讲我呢不爱讲神通。”我较早还未传三宝的时候，我嘛做爱讲神通的，别让人感觉讲我足厉害的，足好通的，是不是啊？我才知道啊，昏倒，讲讲遐，过一阵嘛就换咱的艰苦啊，对啊。讲讲的吼，本来阿妈婆未冤家，咱也去人讲到阿妈婆是换咱的冤家呢，是不是？安尼反射，迄、那个反射，你听好，是不是知道？哇！这无净土，讲这拢家己咧担呢，真正家己咧歹呢，是毋是啊？哦，啊，所以师父对这都有深入的了解，非常的了解。所以师父为什么对这灵盘，咱毋是讲灵盘无，灵盘伫社会做善事，伫帮助众生嘛非常济，咱毋敢讲无。但是各位道亲，咱咧讲的是三机目结来啊，这都爱传出来面。无你修迄有啥物意义？你敢毋敢讲个师父听？即阵伫灵盘所当机个有善心、有善良、有慈悲个人嘛，足侪，咱毋敢讲无，是毋是？但是即阵人对你修，你要甲带去倒位？你敢毋敢讲我听？爱、啊、恁了解无？你要甲带去倒位？你有当时过来问你，伊袂晓讲个。像你看，迄讲一个新加坡来找我，过来帮，过去帮桥找师傅，怎则去？啊，一团遐大团去找我，因来台湾风国大名山的大庙，哦，这主播咱也莫讲讲什么名。我讲啊，恁走遐侪位得到啥？我说我就是看你的网路，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们以前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去那边接什么会什么领什么啊，你嘛接足多啊嘛，那样足多啊，就像你讲的，你那样一大堆啊，要叫你做安怎，无半步啦，哦，讲讲那样足大啊，要做安怎，无半步，是不是？安尼有好啊无？
啊，你若坐个开讲，我怎坐咧？佮数三号我呢？啊，佮数一个三号我呢？啊，剩下这段话哩，迄我袂晓。嗯，安尼对啊。那像安尼讲，毋是讲，那家事愈做，毋是愈强得对吗？那毋是安尼，对不？道理上是毋是安尼？啊，你家事呢？这什么拢袂晓，安尼对？是毋是？啊，这安尼有袂无？有袂晓无？有袂是了，无袂是。时间平时点讲，恁做参考就好啊，是不是啊？刚才我咧修灵山多这条路，阮师姐也咧带人走灵山的时候，大家出去拢领着，刚才问讲老师弟，你讲接到啥？我讲我咧刚才拢无接到啥哩。伊讲啊，安尼你时间也未够，对啊。啊，偏偏要开一间遮大间，啊，剩下遐领足济，今麦拢咧浪流连，是不是？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书心单纯啊，没什么去追求迄。书生发觉了多，有那真正有天命，咱是与生俱来啊，与生俱来，只是要靠因缘修起来，成熟而已。哦，还是去多了多缘，甲咱牵引，甲咱接引而已，是不是啊？找一个环境，互咱底下开发起来而已，是不是？啊，那既然你是带天命落来，都什么拢有啊嘛，特着可以领啥？啊，那去领啥？落那算命咧学功夫，法师啊咧学脚咧学这个佛法安尼利益嘛，是不是？啊，迄个无同款啊，因为迄种毕竟是无法度帮助你成就大道啊。算命干嘛就是帮助你成就大道？无法度啊，是不是？法师啊，过后你掠几个嘛，不一定我就成就你，帮助你成就大道。啊，因咧发有无？有，咱唔敢讲无，是毋是？那多甲术是无共，多甲术、五术、三依妙法相，甲多是无共。爱了解哦，多是究竟，爱有真理，爱有因果，你才有法度成就。神通嘛是等于术的一种，等于术的一种。清楚无？吼、哦，等于说了一种，啊，这有究竟无？其实若要甲讲个，嘛是无究竟。但是师父你啊讲啊，阮这有带领爱办事，那像你啊讲是毋是卖办？毋是，啊，若像你啊讲卖办，我嘛会使免办啊。吼、哦，只是讲咱若有带天命的人，即马三期目叫个上天就是派咱落来要传道要来度众的。咱是毋是爱赶紧来修好？咱要去执行咱的任务的时阵，咱才袂去做唔对去，还是去大人行唔对路去？爱找着老师甲咱培养，找着老师甲咱牵绳。哎呀，免！啊，毋是免做，毋是亲像咱师傅咧讲哦，我安尼是毋是卖做较好？啊，你看咱这老带天命无做，定定叫用修理干安尼，袂食袂困的呢？是毋是？安尼要安怎？啊，师父你讲的嘛唔对，对，你叫我唔卖做。啊，即马阮修理，甚至才讲你去用处罚，啊，到底对人对？师父无叫你卖做，师父是叫你爱做好对，叫你做好对，唔通做唔对的。尤其咱有带使命、有带天命的人，咱爱愈注意一点。佮既然咱爱做，爱做好对，唔通做唔对去。安尼知影无？啊，神通。甲多些物件，敢袂当开玩笑？师父常讲，啥物拢当开玩笑，都敢那多袂当开玩笑。为什么？因为一句话，这个人若甲伊听落，你个若这句话若对啊，你成就伊；若唔对，你毁掉伊。毁掉伊个啥物？毁掉伊个灵性。这有可怕无？有可怕还无可怕？你顶世人甲抬死，伊都要来甲伊吹啊，叫做冤亲债主。对吧？你毁掉这条灵性落地个，我看迄个比完全这组较严重呢。啊，你今仔是一个道场的负责人，我看迄不是一个尔呢，迄有可能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甚至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安尼有恐怖呀无？有恐怖呀无？啊，这单你当会去无？当会去啊？当袂去？当会去你才通做。爱听我的意思。所以，厝顶什么物件拢当开玩笑，都敢独独这项袂当开玩笑。过去师咧学徒的时候，有一个和尚讲一句话，嘛为一个和尚讲个事，讲予阮遮底下小传小遮
这学生听。而且老师嘛，看阮一句话，是不是？伊修道人要有良知良能，要有神智识，袂使妄言妄语啊。伊就记者了一个和尚讲一句话，伊讲：愿我自身浑身脆骨落地个，不愿佛法未认情。这句话注意听。愿我自身粉身脆骨落地狱，不愿佛法卖人情。听有意思无？都是甘愿家己落地狱，都未使甲佛法乱传。乱传，这句话有严重无？有影无？咱的古贤人都甲咱讲，佛法未使乱传呢，真佛法。为什么尽忠下地下见伫咧自清嘛咧度众生啊？即卖有济无？真爱小心，真爱小心。啊，如果恁本身啊是真正有带天命啊行这条路，恁愈爱小心，因为恁未来正是使众生对你行这条路的这个领导者，那么你的一举一动。拢是影响到未来对你行这道亲，还是这佛友，因的生死拢在你的手。我咧讲的生死，唔是这个肉体生死，是因的灵魂生死，拢掌握在你的手中。要对落，要成就，拢掌握在你的手中，是唔是？所以咱三级物业都结并降。进大道普团，爱道真、理真、天命真，道通爱真。所以释迦佛讲，物业众生，若要成就圣道，单单讲了就要成就这个佛道的意思，必须要具足三种条件。第一，爱寻找名师，就是爱找到一个对的老师。第二，爱一门深入。要找到一个对的法门，有净土的法门。第三，要有责任、有义务的放下。什么叫做有责任、有义务的放下？师姐叫你做啊，师父啊，我那个一个囡啊，在家里一个对吧？啊，个一个八十几岁阿妈，啊，个一个大汉在做兵，吼、哦，较早我那做菜市啊，定啊，即句话啊。那底下咧话无人客的时阵，人客啊，你著同情我。我有一个八十岁阿嬷，一个大人做兵，一个细人咧在兵，你敢知我偌可怜？你要叫我做啥，我哪做会出哩？有无啊？是不是？修到这条路，若要你有一大堆，你永远就行无路。你永远就行无路。小小的代志，若唔敢放下，你嘛行无路。但是嘛，唔是叫你甲厝内办个拢卖做，唔是。所以什么叫做有责任有义务？如果你那是一个一般的凡夫修道人，你必须要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夫妻礼敬，对下要有慈有教，就是讲咱对咱的长辈，咱要有孝道，夫妻之间爱安怎爱和睦，礼敬兄弟爱有义，兄弟姊妹爱有义。对咱的事实，咱要有慈悲心，要有家教育，有耐心甲教育。咱家学道，甲这个道带对咱的环境入去。啊，但是咱有带使命的咧。咱来这个世间是要来度众生，有真济你要放下。如同释迦牟尼佛，伊过去是这个释迦子的这个太子，是无？太子敢无好过？太子就是因老爸死了，换来做皇帝嘛，是毋是？对一个，敢是讲我皇帝哪做哪传道，那较早刀工王家将相的时候，做皇帝就是咧传道啊。但是刀工输入的时候就无工啊。这个毛就对太子专对啥物？专对修道人去，这个多共事，所以对青阳甲红阳转盘，啊，进红阳甲白阳个转盘，多共宿命，对吧？释迦佛要放弃太子这个职位，
来传道，要不要有舍？要。哎，要不要？要。你看，因老爸听到释迦牟尼要去出家做和尚，我唔甘。要生一个太子囝，敢遐简单？释迦牟尼敢讲伊一个囝无啊？因兄弟足侪啊。但是要生一个有真功的人，无遐简单啊，是毋是啊？但是伊放下，放下，是毋是？弥勒祖师，伊嘛是一个国家的太子，是毋是？弥勒祖师成道因缘是安怎来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国家，逐年拢是去甲供养伊这个弥勒祖师迄个国家，拄啊有一年无去甲供养，伊怎啊发兵入去甲讨伐？就是你无甲供养，表示你要安怎背叛我？啊！迄个国家是小国家，啊！迄个国家为甚物无甲叫？迄年无甲进贡，因为迄年有足济出家人去因迄个国家，啊！迄个国家是一个对佛教非常、对这个修道非常敬仰一个国家，所以因甲真济物资拢伫遐供养修道人，甲是供养这个出家人。弥勒祖师发兵要去讨伐这个国家的时阵，因的国王出来，伊甲讲：某某人，我唔是唔甲你供养，因为只有足济出家人、甲修道人伫遮，我甲真济钱拢开伫遮咧供养遮修道人，所以今年只无去甲你进贡。迄当阵多文殊菩萨是现伫迄内底，伊讲真的吗？你发给你看。弥勒祖师转给你看。文殊菩萨示现这个佛光，和弥勒祖师看到了时，弥勒祖师当下叫阅兵全部退回去，皈依，放弃这个太子的这个地位。各位，安尼爱说阿面，阿面，你看哦，人个见到佛当下舍掉，当下呢？迄个是根气有够的人，根气有够的人，拢有法度在开悟中当下决定我路要安怎行，袂搁伫遐咧三心甲两意，当下就决心我要安怎行。咱对释迦牟尼佛一直甲弥勒祖师这段故事来甲听起，你看因两个圣者拢是在当下舍弃了国王之位。走向传道之路，各位，过去释迦牟尼在传道的时阵，拢爱去用化缘，人家落饭给你吃，迄就是像咱即马讲的，敢若袂输去食咧共饭。伊是一个太子，伊就做甲很艰苦吗？爱无？唔免啦。伊的老爸嘛甲讲，讲你带着去分，你着做你去传你的道。我就叫我这兵，逐天给你送饭去，予你吃，包括你遐出家众，我拢给你传便便，对无？释迦牟尼讲唔免。因老爸就甲问讲，为甚物呢？你也讲我听一下，别人予你吃，甲予你吃，有啥无共？伊讲无共，因为你予我吃是你荣华富贵，但是我去外口分的众生，搞不好是提伊的心咧，甲我供养。所以我去你化缘是要让众生受供佛布施，意义无同款。哇！这句话咱听了真甘心。原来释迦佛实现化缘是要让众生受布施甲供养。你看有伟大阿无？有伟大。伊为着要让众生受布施甲供养，伊如同咱即卖咧讲的去做去吃。安尼伟大阿无？有。您敢做会到？没，你做会到无？没。你看咱即摆回乡，拢坐咧厝内底咧，食肥肥，脚推推，是毋是？对一个像释迦有咧认真，有影无啊？是毋是啊？所以道拢变去啊嘛，有变无？有。这是佛法啊，释迦佛讲佛法嘛。释迦佛在是正法的时阵，伊是一个太子。伊感觉讲，我代表是内底，我是太子，出家做和尚，我是有社会、有地位的人，恁爱来甲我供养呢？啊，若无我来叫阮老爸去，甲你啊，甲你来去关呢？是不是啊？
敢会？即摆若有一个王家将上去出家，知影恁老爸咧做总统，找大家去金庙寺甲你拜过来，你也相信？是毋是啊？你要相信啊？毋相信啊？大家拢出来做金主啊，一百万、一千万拢摕互你啊，是毋是？对无？你看释迦牟尼安尼做无？你的祖师见了文殊菩，见了这文殊菩萨当下，是毋是求道，放弃伊这太子的位？安尼有写无？有写无？有。所以咱学道人要懂得舍掉。如果咱那是一个有带天命、有带宿命的人，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舍掉，你才有办法往前跨出。你看书，今日呢？无去舍掉我过去伫啊做这个大生意的这个场面，舍掉我前妻甲我女儿，你看我今仔个我要行出来，是毋是？我说，啊你的前妻，甲即卖即有啥无共无共？因为阮即卖两个拢咧办桌，较早迄个时我若出来拢甲我讲，我要食唔讨趁，是毋是？你看，你啊一光盈盈伫啊，拢去啊咧啥物咧办桌，对啊，生意拢放我一个人顾。那是啊，咱么敢做爱办的，吼、哦，啊，就大家等下就去用洗面，吼、哦，啊，洗家咱的丈人嘛，可能怨叹，对吧？咱这某某人啊，你若无我这查某囝，你可能无在生活，啊，吼、哦，敢若袂像，可能看家咱做还慢的安尼，是不是？对吧？啊，你看，啊，输出来敢只遐还慢，不是嘛？吼、哦，这咱爱行的路。爱行的路，啊！咱较早就是唔甘，拢唔甘，不舍，不舍，咱就嘛是伫咧受尽侮辱甲委屈，是毋是？啊，是吗？行出海阔天空，所以取舍之间，咱要如何去做？大多现前，咱的任务够啊，咱来去做。无你啊，看阮前妻，医生啊讲，伊感情话要过五年，近三十年，阮查某囝二六岁。哎，伊开刀了五年才生，是毋是三十一年啊？好好，阮查某囝脑部血管也真好好，是毋是？有记者无？有啊，是毋是啊？有记者无？有啊。啊，但是呢，这条路你要两全其美有法度无？无法度呢，是毋是？所以咱要如何？在这个道路上要懂得取舍，所以要有责任的、有义务的去放下。那放下要有智慧，自己去评估怎么样去走这条路。但是你出来若有家庭，你若是一个一般凡夫的修行人，你一定要把厝内顾好，把事业顾好，是不是？这就是你的责任跟你的义务嘛，敢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有良知和良能，但是你若一个班导人，你看释迦佛，伊是一个太子，伊国家总做伊一个王通地唔做，要来做和尚。你的祖师嘛，同款，伊嘛是未来是一个皇帝唔做，要来做和尚。难道因无巧吗？无巧，因就未做大师啊，是无？因就是知影这是因的任务，知影因的天命。知影这是因爱去行的路，但是因要行这条路的时候，他必须要舍掉，啊，不然伊就靠家白掉了呀。白掉行出去无？行未出去啊？行未出去都无今仔个释迦牟尼嘛，无今仔个弥勒佛啦，是不是？搞遐清楚无？所以对高圣者、高圣人，你甲追求因的历史，也是对因的了解。你也看，因拢是下心办道，是无？所以老母娘甲因讲，咱有带天命的人要成就大道，要舍身办道，功德第一，功德第一，爱舍身办道，功德第一。咱若在无困扰、无困难的中间，我们真的要舍身办道。尤其三级物业来临，未来将无六道去，无六道去处，只有天堂、地狱两条路。如果咱若今年即世若带使命，爱来传道道众，你袂使无做，但是要做，就爱阁做得。
哇，这嘛真为难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咱有机会拄到名师，拄到好法门，拄到好道场，咱若阁本身真正有使命的，咱赶紧爱有决心出来。就算归零来学习，找到好所在，就算归零来学习，咱嘛要把握机会，因为机会难得。袂使阁伫遐空等，嘛袂使阁伫遐浪费时间。因为无论空等浪费时间，最后损失拢是你自己。师父讲较简单，比如讲师姐留待天要做，啊，师父免啊，无想唔做，阿摆功过你家己的，是毋是？业障嘛，你家己的。师先安尼讲，因老母娘甲恁讲清楚，咱有带天命来还干的人。这世若无完成任务，咱无得交际，咱飞天无得交际，啊，无得交际安怎？关天罗，这是事实哦，这不是假哦，真正关天罗，你莫怀疑哦。这有什么证据？我讲给你听，一贯都曾经在屏东一个道场胡乱来，顺寺庙来胡乱。讲这间道场的点传师十个九个在关天罗，人家问讲为什么，都拢无在办，伫咧做传销。就一贯都做传销有济无？你敢知影？讲道拢无咧办，拢无咧办道，拢咧办生理，是毋是？我十月九日咧关天，咧关天路，甚至有较严重啊！咧地脚，大家惊一惊一个。孙水月来讲诶，敢会假？是毋是？孙水月是虾米人？一贯都第三代祖师，是无？各位道亲，咱今日任务若无完成，咱要等于安怎？那提什么去见老母？提什么等于交际？咱无了交际，是不是？咱无了交际，就算你无还业落地狱，你等于又原来关天罗。噶既然安尼，虽然你关天罗唔免受地狱之苦，但是毕竟嘛是关天罗。啊安尼。咱来做外面，哎，但是做啊，都亲像书，我嘛是唔做。那像你讲做唔对嘛，是有业，当然啦，书袂使该讲无啊。啊，所以头拄啊书讲啊，释迦讲啊，讲要修行，要成就圣业，要具足三个条件：第一，寻找名师；第二，一门深入；第三，要有责任义务的放下。这三不就是释迦甲恁讲，叫恁来找到方法，找到名师吗？哎呀，面，哎。所以名师有重要无？法门有重要无？这都唔免怀疑，这咱的释迦佛祖、诸佛菩萨拢安尼甲恁讲，叫咱爱寻找名师。古早人讲千里访名师，万里求真法，这都是真嘛？是无？你看过去六祖对南方走开，北方求道，会客的时阵走外方去找着达摩。是不是千里访名师，万里求真法？有决心无？有。紧紧啊，惊未着？要修道，有困难啊无？有困难啊无啊？咱要安怎甲人比？对，起家客讲我仰上帝，你看人家千里访名师，万里求真道，都唔敢讲伊仰上帝啊。咱安尼底下跳两下，飞两下，就讲咱仰上帝。你有迄个功德吗？你有迄个功德吗？听我的意思无？你真正有迄个功德吗？伫遐跳两句啊，灵语讲两句啊，都我仰上帝啊！你真正有迄个功德吗？有吗？没有。无啦吼。所以咱爱知觉神通，知袂过业力无？哎呀面。所以修行唔通用神通未来修行。修行绝对要求道求法的修行，就算咱有带天命、有带使命，咱运用神通、灵通嘛爱善用，未使下低下贱。你看，师父运用神通有善用无？啊，恁做来再见的这道亲孙啊，你来在办公室，师父跟你讲神通无？无。无吧吼？是不是？我来讲，孙啊，一直都叫对三个呢。菩萨来跟我讲的。师姐，你太多叫我对规定呢，
佛庙来跟我讲的，是不是？我干嘛来跟你讲？没有。啊，恁家拢比师傅较厉害，师傅拢无讲，啊，恁拢一时间讲，哎，师兄，你头拄啊，我看你后壁怪怪呢。所以为什么咱伫家咧教灵修灵了，不准咱的学生安尼做？因为师傅家己有经验，安尼做，恁拢咧扰乱人心啊！你甲讲完，你我都甲处理啥？你讲我听。师兄，你后壁对规定的来，我有看到呢。你要紧去找师傅处理，你拢咧找工课师傅做，你敢知？是不是啊？对吧？伊若唔收你，找遐济我做要怎啊？伊若要收你，免甲讲啊。你看遮大学咧收，拢大学好好啊。哎，你唔收你报遐济来，我做哪有好？敢未好？没。未好。但是你个师傅，逐工你个师傅添麻烦，安尼对啊？唔对？唔对。所以这就是咱爱注意的所在嘛。我讲恁听好无？这人都唔收你，看逐工对吧？师姐，你喊来弄台，你今日还去写单啦？那办单收啊，你拢免叫伊写单啦。唔是师傅唔甲办啦。是不是啊？你若讲到头一抓来，咱就唔敢办就唔对。那来做一抓，佫唔行，迄嘛免啥上班啊？这个师傅讲，定业不可转嘛，是无？是不是？定业不可转嘛。你着头壳疼先，才知影要找医生啊。但是医生药开定你唔吃，等于讲医生我互你看两抓拢无好，那药都唔吃，要哪会好？是不是？啊，咱咧讲药是啥物？叫你修，你就拢唔修，对吧？阿别太好，阿听有师的意思无？师咧讲拢真白话文，应该你拢听有。我嘛用一寡解，用这咱的民俗的这个方式来解说，互恁对这个道的深入，互恁了解。师傅在讲解呢，实在是爱互恁要了解安尼尔。恁就爱知影修道爱安怎修，才有效果。修道要安怎修？咱得修才有意义，才有那德行。咱得真正讲的行功了愿。有些人拢来当作我来遮拜拜一个，啊，讲多想六五八个亲自看，也是去庙讲啊，师傅经理某某庙咧起庙时，迄个壁顶哦，迄地砖吼，我甲捐五六万，哦，安尼敢若袂是功德较大天咧安尼，是毋是？有功德吗？有无？无功德，有福报，有。就唐太老师讲的，你来畜生道做宠物，是不是？啊，你开下这个做宠物看看呀，有啦，是真好过无？唔对，啊，我毕竟咧畜生道啊，是不是啊？讲来听有无？哦，啊，你的人多，嘛是要去受苦啊。但是未来无六道呢，各位都请来注意这点。未来无六道，要注意下面。无六道都要真修真德，要真修真德下面。哎，咱就要修心嘛。所以道真理真天命真啊，爱就找到一个道统净土真。你看师傅咧讲经说，有咧提经典无？师傅今仔日若无见性，绝对无法度讲到安尼。来了解无？咱的三宝，甲真正我着度三座诸灵去天位，天命绝对真，免怀疑，免怀疑。安尼是毋是咱道真理真天命真？是无？是。是，剩下着看恁家己。那这个道场，刚好讲，逐项都要提前来讲。没有。免恁嘛无困难，嘛无压力。安尼是毋着看恁家己？是。是啊，毋是？是。哦。安尼就是古早人讲的“名师引入门”，安怎？就是这样子啊，各位有清楚无？哦，都是咱都要有迄念心啊。名师引入门，修行都要看家己啊，要看家己啊。好，那今仔时间关系，来，咱就上个家，来大家请合掌。来，感恩显灵上人无穷老妙天命，降道以圣人功。感恩弥勒祖师，方主台湾慈悲普耀人伦。我们现行师尊建立圣人宫，予咱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行，了愿成道。南无阿弥陀佛。